哦，妹姐听到你的名字的时候，当下激动的心情如何？我傻了，我根本不敢相信会是我。你看贾静雯的、杨丽英的、方佑兴的，哎，那个谁，雪芙，怎么可能会是我？而且他们那几部戏其实我都有看，我很喜欢哦，《华丽计程车》很好看，怎么可能会是我？我就知道一定会是你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哦，妹姐听到你的名字的时候，当下激动的心情如何？我傻了，我根本不敢相信会是我。你看贾静雯的、杨丽英的、方佑兴的，哎，那个谁，雪芙，怎么可能会是我？而且他们那几部戏其实我都有看，我很喜欢哦，《华丽计程车》很好看，怎么可能会是我？我就知道一定会是你。真的吗？真的。我有一点讶异，有一点傻掉，不敢相信。对，但是我又很激动，因为我可以为有生之年拿一座奖。那是一个很温暖的家庭，在拍的时候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。那个你知道，在拍戏的过程可以经历过这样一个大家庭，那个心里是满满的、满满的爱，满满的温暖。而且这个大家庭也活在观众的心里面，是，我们就跟着你们一起哭一起笑。我这辈子有生之年没有看过这么好看的戏，真的。谢谢有生之年的团队。你是每一个戏都这样说吗？啊、我之所以会来到这边主持，是想找工作了。好、啊，那个不知道导演跟有机会可以用南港刘德华吗？你现在讲了就要做，就要邀、哦、配角。要，一定要。哎、欸，那媒体朋友们还有谁？来，哎、欸，赵任导演，好。紧张啊！紧张，我现在还紧张。他们要一哭啊！真的，对。许兆任导演，每一个演员得奖，他都哭，他都掉眼泪。他就像那个有生之年一家的大家长一样，没有，他是在拍的过程中就一直哭的人啊。啊，我们没看到啊，因为我们在镜头里面啊，他是在莫妮特前面，对，所以我们看不到啊。但是我衷心的感谢许兆任导演，给我一个跟我过去不一样的角色。谢谢，没有，他们就做不到。然后让我当新妈，你看那些。好，哎，现场媒体还有其他问题吗？没有的话，我们就让把时间留给其他的演员们，好不好？哦，这边，还来。好厉害呀！阿鲁导演连续拿了两个双冠王，心情怎么样？怎么样？阿妮娜，幸运户，阿妮娜，没有啦。其实他们两个都很巴掌，导演跟小任导演是。对，其实跟他们合作，其实蛮幸福的。他们两个都很浪漫，然后都很热情。对，其实我感受到很多。没有，有你真好。有你真好。好，哎，还有其他人有问题吗？好，那我们把时间留给刚才，因为时间很满，有心中的感谢想感谢想没有讲到的，然后现在可以补充的，是你们的时间，来尽情讲。有谁？你没有？我讲过了。补充过了吗？那我谢你爸吗？有。他说谢谢不看好他的人。不，就是他爸。我想要特别感谢就是我的高家人们，然后高家阳、高家凯、高江月这三位，不管是演员还是角色，都对高承佑还有谢展荣有很大的帮助，还有我的阿公阿嬷、妹姐跟喜哥，也都是在戏里面非常的照顾我这样子，没有他们，我不可能可以拿金钟奖，谢谢。赞，气氛好，还有人要补充的吗？没有，那就赶快去庆功，赶快去休息，好不好？再一次掌声，谢谢有生之年带来这么棒的礼物，谢谢。谢谢